因为我们在大众 PTP 它一共等于说有31年了，它一直是它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机构，它就买下南加大这些已经研究好的这行为科学博士研究好了，它非常精准所以它在亚洲它在美国全球都有做，它的精准度有效性是94.94那所以基本上这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进入到大中华区，我们也是走加盟。这加盟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们是每一个行业最顶尖的一些顾问公司的人或者我们都会希望他加入我们队伍。那因为我们这个工具非常的精准所以如果说你的专业不到某种程度就他一定要到某种程度，他至少自己做过高阶主管，自己做过实务，或者自己是原来就是专业的高阶顾问，然后他在用这工具就如虎添翼。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自己虽然这么会那如果都靠我们一个人是有限的，那我是觉得这个工具这么好，可以帮助我们的理想跟现实一个很好的检验的工具。那越多的人有共同的志向，就是愿意帮助企业跟个人去人尽其才然后去开发每个人的优势，然后建立人跟人的信任，是要很多有共同理想然后又有高专业的伙伴一起加入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贡献才能产生很大的动能，所以我们有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做。我们整个亚洲包括加盟事业伙伴还有他的下面他的业务团队我们也差不多100多个人目前